哎，这次啊，还要全感谢你们家陆天呢。他这次不但提拔了小丽，还顺道提拔了我。不用客气，我昨晚上打电话问了他，他坚持认为你们俩都是合格的演员，自己啊没有给人情。哎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就要感谢你了。在你的培养之下呢，他越来越像一个伯乐了。哎，文文，你那边戏拍的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像这种四十集的古装戏，一旦开工，那简直就是昏天暗地。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，每天只知道吃饭、睡觉、拍戏，都快成机器了。那你什么时候拍完啊？我跟燕子都想死你了。天哪，我太想回来了！我不单想你跟小丽，还想双姐、老纪、肥仔。得了吧，你最想的是你们家陆天吧？这是当然。文文，我想等我和燕子杀青了，你那边也应该拍的差不多了吧？到时候我们仨一定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当然要庆祝了。我忽然想起了几年前，我们三个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公司的时候，我们三个在这个屋子里面啊，天天啃着方便面，然后幻想着自己当主角的时候。现在，我们三个终于都站起来了，你说该不该庆祝啊？二位，等这部戏完了，我们大摆宴席，把这几年来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都请来，好好的弄一场忆苦思甜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文文。今天我跟燕子就不浪费你电话费了，你还是挂了吧。晚上我跟燕子还要好好的揣摩一下剧本，明天海中月就重新开机了。有什么话呀，等到你回来再说，我们仨聊他个三天三夜的。 OK， 就这么说了。祝我亲爱的小丽和燕子能够拍摄顺利，并借着这部海中月一鸣惊人。再见，亲爱的。拜拜。再见，亲爱的。这么好的消息，有没有通知你的宝马先生啊？早就拜拜了。拜拜了？怎么没听你说啊？有必要吗？这毕竟是爱情啊，它对于你来说应该很重要。小亮，我在你眼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啊，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小燕子。今天呢，对于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。我有些心里话憋了很久了，想对你说。亲爱的，其实啊，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压抑。为什么？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三个第一天见面吗？那天在聚会上，文文说了他当演员的初衷，你讲了你的动机，唯独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跟着你们叽叽喳喳的应和着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有着一样的梦想，我也希望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，但是这个梦想很快就被一个人伤害了。谁？你。我？我的所有的雄心壮志，在认识你的三天后都消失了。还记得那天我们三个一起参加一个试镜会吗？你是第一个上台表演的。就在你表演那几分钟，我看傻了，真的傻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你的演技我这辈子都赶不上，永远也赶不上。燕子，你别这么说，不至于吧？亲爱的，你别谦虚了，我的演技永远赶不上你，永远。这个差距呢，是上天的安排，不是我不努力。那天晚上，我很快乐地跟着你们俩回家，但是那一夜，我整整一夜都没有睡，
你永远都体会不到这种失落感，那是一种绝望的感觉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从那天起，我们三个再在一起讨论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提过什么豪言壮语？有没有说过要再当演技派演员之类这样的话？没有。在你们面前，我标榜的永远都是我的可爱。至于什么角色、天分、才华，我根本就没有勇气提这些，因为我很自卑。再往后，文文的运气越来越好，他总能得到很多人的信赖。你呢？虽然运气不是很好，但是你得到了陆天的青睐。燕子，你别瞎说。亲爱的，我没乱说。陆天是个很有才华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很欣赏有才华的你，这个很正常。看着你们两个得到越来越多编导的青睐，说实话，我挺失落的。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于是就找来一个开宝马的人来显示自己。显示自己除了在演技方面，其他方面并不比你差。但是其实我盼望的是今天。走上这条路是因为热爱，因为梦想，和你一样。祝贺你。当然要祝贺。对于这种爱情方式，你是怎么理解的？陆导，可能是我生活的概念比较简单，所以如果换成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女一号，而不是女二号。为什么？因为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吧，当爱情降临了，对于男人来说，不但要对女方实施爱护，更意味着从此身上承担了一份责任。能告诉我你现在的女朋友是谁吗？她是一个非常善良、非常天真、极其可爱的女孩。你也知道，我一直过着一种狼狈不堪的生活。可是，在这样的时候，他走进了我，带给了我温暖。这么好，什么时候让我见一下？我也一直在期待着这么一天的到来，可是现在不行。我想等我的处境转变了，我一定会牵着他的手引荐给全剧组的人。为什么现在不行？现在不行，我现在还是一个任人唤之的龙套，我不希望别人因为藐视我而去藐视他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。下车。导演。哎，别来。哎，今天拍第六集的戏是吧？对，服化道都准备好了。好的。李小丽呢？来了，在化妆间呢。李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有些紧张，对不对？等了那么长时间，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，确实有点紧张。刚才在路上一直在想，如果你拒绝演出这个角色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
应该请谁来演了。真的，优秀的演员有很多，但是苏婉儿这个角色必须是你。嗯，我也这么认为。那声音小帅，哎，请演员过来。待会儿再补好吧，等我说戏啊。你是个律师，刚刚在法庭上败诉，你要注意你的情绪，好不好？啊，记住了啊。还有你，你要试图去安慰你心目中的偶像，深情的眼神，好不好？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啊。预备，开始。这是你第一次失败吗？其实呢，人不可能不遇见挫折的，就像人们常说的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人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永远不败的。你是在安慰我吗？也不是，我只是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。那如果这次我没有输，你还会对我说这些看法吗？如果你这次没有输，你还需要我的看法吗？你说的很对，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。停！王小贱，你词儿又错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看剧本了没有？看看差哪儿去了？嗨，陈胜美演也行。行什么呀你？你今天忘了多少次词儿了？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又喝酒去了啊？没喝多少。导演，这现场允许发挥吧？就你这样发挥，不但脱离了剧情，也脱离了角色。你这个角色是一个孤傲自负的人。林小丽的那段词，恰恰使你的这种啊骄傲而脆弱的心产生震撼。你听我说话呢没有？导演，我觉得我刚才说的台词完全表现出了这个意思吧。你表现个屁了！你表现，你回休息吧啊！抢戏抢戏，下一场。喂，导演。吴明，这里没有外人。你说实话啊，你觉得王小欣的表演合格吗？别有什么顾虑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他不合格。为什么？这个角色本身的性格和思想是多样性的，这个是需要去挖掘的。他演绎的感觉完全不对，但是我不能说他没有演技，至少他不是很认真。单从角色来说，你认为你和他比呢？也许是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一起聊这个戏，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我比他深刻。我正式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没跟你开玩笑，你愿意演这个角色吗？我？对，你。这可是男主角啊。你愿意吗？说话呀，愿意吗？我愿意。OK， 你来接替他。谢谢导演。你知道吗？为了这一天，我期盼了很多年。
为了这一天，我承受了太多的屈辱。长期以来，我是剧组的一个开心果，说难听一点，就是一块笑料。我愿意这样吗？不，我不愿意。我也是有尊严的。我非常的清楚我自己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他们是不会记住的。我唯一能让他们记住我的，没有比开心果这个角色更合适的了，因为我是一块笑料，所以他们会记着我，想着我。在选角色的时候，或多或少的会想起我。可是我的梦想不是当他们的笑料。我是有理想、有尊严的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挺起胸膛面对一切。我爱你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点紧张啊。这四年，你都没有演上过主演。今天突然开始了，是不是有点不习惯啊？你要知道，影视剧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东西，尤其是演员。我现在很担心，如果刚演两三天就被导演换了该怎么办？换不换是别人的事情，只要你自己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呀。阿菊，你要知道，我在外漂泊了四年，始终没有演上主演。是啊，正因为这四年你都没有演上主演，即使这次真没演上主演，也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儿啊。阿菊，你这么说我踏实了很多。调远一点，去把这灯杆圆弄远点。导演，吴明，你啊别太紧张了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有什么可紧张的啊？没出息。小丽，哎，过来过来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别看小丽平时恃才傲物的样子，前两天刚亮相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紧张。别紧张啊，放松点。是吗？谢谢导演。还记得
前些天我们拍的那场戏嘛，日出时让爱情终结。现在阿峰不在了，我们三个人又走到了一起，让那种感觉继续下去吧。OK。OK。OK。这是一次完美的拍摄，终于能够心无杂念地和一帮热爱影视并理解影视的人在一起配合。我很珍惜这里的每一天，因为我知道这种感觉可能一生也遇见不了一次。唯一的遗憾是阿峰不能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我说你啊，既然喜欢那个军官，就去告诉他，何必这样呢？不行啊，你说这个世界上只有男追女，哪有女追男？这样传出去了，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啊？那你喜欢他吗？嗯，喜欢他就去告诉他，何必在乎这么一点点的虚荣心呢？他来了。停，过了。导演，下场拍什么？下场啊，收工。啊，收工了。那个群众演员集合一下啊！快快快，张超回家吃饭，快！老季你好，哎，你忙去吧。我想问您个事儿啊，说，您是我们剧组的制片主任，那统筹的事儿就应该归您管吧？对。什么事儿？我想问，我是几号进剧组的？啊，七号。七号，那我进剧组有几天了？今天是14号，七号，七天了。怎么着？七天了，嗯，那也就一个礼拜了，嗯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还七天戏，你谢我干什么？这应该谢，应该谢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真莫名其妙。老季，再见。王爷，哎，谢谢啊。王爷，我想问。对于我今天的拍摄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嗯，总体感觉还不错，就是台词部分呢，还需要再雕琢一下，说的呀稍微缓慢一些，是吧？深情一点啊，要注意一些逻辑重音。导演放心，今天晚上回去我一定好好做功课。对了，导演，我还想问，对于以后几天的拍摄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兄弟，别紧张，还没有拍呢。只要认真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。好好干吧。谢谢导演。你今晚上回去啊，跟那剪接师说，别把素材再漏掉了。好，剪接那哥们有点木讷，得经常提醒着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好嘞。老王好。哎，哎呦，吴明好。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想问，我都在这儿演了七天了，不知道您对我这几天的表演有什么意见？幸好还问导演。啊、不不不，你们作为制片人，应该对我的表演有一定评价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吴明啊，这次你演主要角色，拍戏的时候很辛苦，是吧？作为制片人呢，应该好好慰问一下。
多关心一下。可是你也看见了，我太忙，我实在顾不上来。OK， 这样吧，等你杀青的时候，我一定好好请你搓一顿，啊，好吧，走了。等我杀青了。哎，老板再见。等我杀青了。端起酒杯，七天，我心惊肉跳的等了七天，终于熬过去了。好，就为你这七天，干杯。不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我想说的是，从今天起，我终于演上一个角色，第一个角色。不是啊，你以前也演过很多呀。不，那些不是角色，是背景。什么叫角色？一个能够决定剧情的，有灵魂的，有思想的，有魅力的，在戏剧世界里展现喜怒哀乐的，在故事结构里展现爱恨情仇的，活生生的人。不管怎样，都值得庆贺。我一直相信你会有今天的，甚至比这更风光、更美妙。不，这些是假设，善意的假设。我，以及太多太多的演员，全靠着这种善意的假设来每天鼓舞着自己、诱惑着自己、欺骗着自己，否则早他妈完蛋了。但其实呢？每一个早晨，当你醒来时，当你大脑清醒时，即使你忧心忡忡，但还是要鼓起勇气来重新进行新的假设。假设什么 ？OK， 假设今天我终于可以演上主角了。来，干杯。等你成为主角之后，你还有什么理想呢？你呢？等我成为主角以后，你有什么理想？我呀，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，未来我们俩并肩旅行，周游全国。我也正有此意，我们开着旅行车，车的后备箱里装满了你爱吃的零食，再搁上十几箱啤酒，我们穿州过府，一路高歌。我喜欢江南水乡。好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先去苏杭一带，听说那里的风景优美别致，而且我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的熟悉。我还喜欢山间小路。那就更没问题了。我们先去苏杭一带，然后调转车头，直奔黄山。听说那里的山间小路世界一流。哎，好啊好啊好啊，那我们去完那边再去西边，你觉得那边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们先在俏丽的华东一带，然后直奔祖国的西边，先去新疆，在那里感受维吾尔族姑娘的歌舞。看完歌舞之后，我们再去吃哈密瓜。没问题，除了哈密瓜还有吐鲁番的葡萄。哎，那我们吃了那个春叔跟娟娟没吃啊，那我们就买点带回去。没问题啊，买那个几箱塞到后备箱里就行了。哎，听说那边烤羊腿更好吃。行啊，听说那里的烤羊腿非常的棒，我让你一天吃两个。你想撑死我呀？就是撑死你。哎呦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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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完了新疆，我的计划是去西藏，听说那里的风景美轮美奂。
高山、草原、流水，还有老妈庙，那我们还可以去布达拉宫朝拜呀。当然要去布达拉宫朝拜了，不单是朝拜，我们还要接受喇嘛送给我们的哈达。你知道哈达是什么吗？哈达就是白色的围巾，又白又轻，戴在你的身上肯定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就多买几条回去送给春叔跟娟娟，让他们一起戴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就买他个几箱回来就送人。除了春叔和娟娟以外，还有我的那帮兄弟，成哥、老纪、露天、小丽、白霜姐姐那些。不行，一条太少了。那就一人送他两条，好事成双。哎，我听说那边的青稞酒更好喝。说对了，我早有此意，到那里以后买他个几十箱青稞酒，我是天天喝，不醉不起。不行，喝醉了那谁开车呀？你开呗。我不会。笨。你才笨呢。你才笨呢，我挠你痒痒，我挠你。别闹别闹别闹，等我们玩完西藏以后，我们就去云南，首先去大理，然后再去西蜀。资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，跟一帮私人老板手里借的高利贷。高利贷那得多高啊？银行利息的十倍。兄弟，这部戏你可得拍好了啊，否则我可就真成了丧家之犬了。放心吧，成哥，我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，平生所学，做好这部《海中月》。我还担心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这《海中月》毫无疑问是苏婉儿的情感传记。历史上苏婉儿也确实经历了三段不同的爱情故事，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剧本太艺术化了，虚构联想的成分偏多，我担心。担心人们是否能够接受？我担心苏婉儿的后人是否接受，万一说咱们不尊重历史事实，跟咱们到法院打官司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成哥，艺术是允许夸张的，更何况我的初衷是善意的。拉倒吧，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啊，我也不跟你小子矫情，我得办正事儿去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接我那小姑奶奶去。哎，走，一块儿去。爸，这《海中月》讲的是什么事情啊？这个故事说的是啊，一个女人如何面对三个男人，跟他们谈恋爱。哦，一个对三个，这女人可真有经历啊。是陆天叔叔讲的。除了他，还有谁能写这种本子？哦，爸，我琢磨着这陆天叔叔平日里泡妞一定很拿手，否则他找不到创作源泉呀。或许吧，这小子能泡妞着呢，泡一个吹一个，现在还没否呢。甜甜，导演，嗯，可以开始了吧？抢光抢光，快开始吧！啊，好，来啊！现场安静，预备，开始。雪莲，扶我起来。婉儿，你别动。是他吗？是他吗？
月，真的是你吗？其实我已经上了火车，可是我总是心神不宁。我突然发现，我是如此的需要你，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回来找你。怎么会找到这里？为什么找不到？只要你存在的地方，就会有你的气息。这种独特的信息肯定会把我牵引到这儿来。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我走了吗？你应该知道，有一种感情叫做牵挂，我何必要每天每夜的去牵挂一个远方的人呢？爱我吗？你说呢？谁呀？什么动静啊？你哪儿的？你是啊？你干什么的？这样不是你哪个组的？你知不知道这拍戏不能出声啊？该干嘛干嘛干嘛去！哎，好了，啊，哎，就别说话了啊！哎，别说话了啊！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还不走啊？其实我刚才感动都要哭了。啊，去去，你说，吴明跟小丽确实演得不错。我的感动跟他们俩无关。跟他们俩无关？那跟谁有关呀、啊？想知道吗？想知道。哎，哥们们抓紧了啊！马上没天光了，快点准备。好，咱们再来一次啊！那群众演员，不要说话了啊！预备，开始。导演，来吃饭吧。好，饿了吧？谢谢。哎，吴明呢？吴明，没看到，刚才一喊停就窜出去了，窜得比兔子还快，好像是去找人了吧？嗯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今天真不应该偷偷来看你们拍戏，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。不过我实在是忍不住，一直想看看你拍戏是什么样子，连做梦都在想。干嘛这么紧张？是不是想来我们剧组看剧组的热闹？你说过，这剧组的人会经常换演员，我怕他们一发神经就把你给换掉了。我好担心，连做梦都在担心。一早上起床，我就早早地去了上沙的关公庙里拜了一炷香，还是不放心，就偷偷地跑来看你了。你想想看，假如你要是真的被换掉了，那我们商量的梦幻之旅最起码又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出发呀。看你拍戏的时候我好紧张，心都跳到嗓子眼里去了，就这样扑通扑通扑通。但是你演得真好，我既高兴又感动，就忍不住地哭了。
瞧我这没出息的样。舍不得，还有什么舍不得？